他们给手套给我们，可能是会给手套吗？要不要再打开一个灯，你那边的那个黄灯？有点太亮，嗯，可以了 ，OK。晚上好，大家好。可以吃吗？可以吃。古德莫，哎，古德伊芙琳。嗨，你好。所以你现在也很腰痛，嗯，靠吃东西来缓解我的痛。那也没有手套啊，这封面哈哈哈。对，这里可以畅谈人生，就是这是一个你们谈人生，我吃东西的直播。为什么我这边还是没有人？一分钟过去了，后面有人啊，他们不说话而已。你好呀，嗯，今天你也很忙，你在忙什么 ？Hello， 晚上好。哦，晚上好，太惨了，你们还有上课？你吃了黯然销魂吃，所以现在看到那个招牌，他都吓害怕。厉害，牛。那都泪流满面，天哪，太惨了。我觉得我今天阳光池做不好玩。瘦吗？对，还好了。我觉得我最近长胖了一点。嗯，吃的那个疯狂烤翅。真香，肚子还疼，腰痛，嗯。我爱的黑色的美特斯邦威的外风衣，不是美特斯邦威的吗？嗯嗯，是啊，嗯，哇，谢谢巧克力。我有点胸看看，不敢说话。晚上好，要想喝啥？牛啊，你吃的是吃腿，我吃吃，反正一人一个。这是我跟徐楚文今天公演前，就是中午的时候买的，结果现在才来得及吃，因为我们今天公演前有排练嘛，都没来得及吃东西，我没有吃午饭上的公演。Hello， 在回学校的路上，好的，百香芒果我也很感兴趣。对，我很饿，我今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还有十分钟上课，哇，太惨了，这个点你还上课？我问一下大家，这只猫猥琐吗？我看不到它的脸，是为什么？对，它猥琐吗？这只猫，它猥琐吗？晚自习。他居然猥琐，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了奥利奥呢。可爱，就是我收到的。你们居然都有晚自习，不要写作业了，来和我放松一下。下午好，快吸引他这周来重庆打你，然后我就可以演唱会多拥有一个粉丝。哎，这个 ID 后面是一只刺猬吗？我在吃烤翅。烤翅。我一般我想去那个想去旁边那个奶茶店，但是旁边那个奶茶店座位很少。去吧。我旁边有徐楚文呢，他跟我一起吃这个。
对，我想吃那家来。为什么我找不到刺猬？什么刺猬呀？嗯，好，就我一直都挺傻的。那我21号我是在外面买的。哇，你们晚上还打电话，好幸福啊！晚上好。那可能是贫血，贫血要多，多吃带铁质的，多吃红枣。就比如舔一舔锈掉的栏杆。我在啃东西，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啃东西的样子。在准备我的生蛋了，偏高，哇哦，是不是很难准备啊？我自己都要忙翻了。我的口味好奇怪，我口味哪里奇怪了？为什么我打刺猬它就不出来？最喜欢看吗 ？OK。舔栏杆，不舔吗？很有道理啊。请问我的应援会收到了 CK 机通知了我的生蛋的时间吗？说的是这段时间通知吗？我怕你是下个月通知。可能是我还没更新吧。没有。对，天线宝宝疯了。我就是饿了，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接受一下吃播吧。烤鸭腿。没吃过呀，是10月份下旬的某一个周六的晚上。后面。我也很想你，我们两个一般直播都是一起做啊，我们两个直播完去吃饭。我想吃香喝辣的，我想吃。对，我中午确实玫瑰，中午买的那个那么少啊。手机被你妈妈打烂了，为什么你妈妈要打你的手机？这在宿舍。我想，本来我们买来中午吃的，结果哎。不是太早了，谢谢巧克力。我吃了，我今天就买了肯德基的蓝莓蛋挞。嗯，出去洗头的时候买，好好吃啊。对，不好吃。嗯，买的刺头，蓝莓蛋挞还有华夫，怎么样？是嗯，挺好吃的。我觉得那个华夫挺好吃的，而且。叔叔，三个腿三个刺，我们怎么分呢？你多吃一个，你多吃一个腿，还是多吃一个刺？腿。OK。这不行，不好吃。为什么？我觉得挺好吃。我爱肯德基，我爱不花配送费买的肯德基。肯德基9块钱的配送费对我来说太难过了。认真上课。嗯。这个它会掉哎，不开心。甜蜜，不不不，普通室友姐妹情深。我就是觉得徐楚文这个室友还挺好的。谢谢音乐宝。吃好吃，只参加冷餐。好的，感谢主人。居然还在跟那边商量生日公演的事情。嗯。是有心，马上就大屏了，好吧。你开班会，我好久没有开。少喝一点酒，谢谢99的音乐棒。哦，止痛真好。本来还想明天去吃肯德基的嫩牛五方，结果明天要上课。你在做梦？孩子太饿了，想吃饭，就是直播完了再出去吃。早上就吃了一小块华夫饼，
好，我早上就吃了个土豆泥，嗯、应该说我今天就吃了个土豆泥。外卖有那种五方吗？肯德基有什么那种外卖？哦，我觉得我们两个虽然现在给肯德基打广告，你不觉得吗？我们举着这个，嗯，反而多吃一点。哇，一号线是真吃得紧，我觉得他比我离开学校前更急了。你知道吗？我坐轻轨居然在起始站，我没有坐到位置。对，徐淑文真的不适合轻轨。我上次去找徐慧玲玩，然后第二天自己一个人去回剧场，然后上了轻轨之后是第一站什么人都没有，然后上了轻轨没有位置。徐淑文，我带你吃的私房菜好吃吗？哦不，我请你吃的私房菜好吃吗？好吃。然后到了第二站，我觉得我下站可能了，我再重新上一辆轻轨，我第一次上一班轻轨我就有位置了，结果我下来发现，哎不对呀，这是第二站，对，附近要开了应该。我第一次见到，就是起始站坐都坐不到位置的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然后我靠着那个座位旁边的扶手睡觉，站着睡觉，恍惚。我爱辣椒包，辣椒包爱我。那他俩吧。对啊，你说牛不牛？我觉得他当时跟我说，我都难以置信。因为专门叫他去接你们合作嘛，我说起点站坐着就去，毕竟要坐很久。结果哇，谢谢你送的巧克力。许叔。谢谢玫瑰。飞回来吗？真的吗？卡死了！哦，我怎么卡了？我才发现。我有啥福？我觉得我过得很幸福。除了特殊公演多了一点。你幸福不幸福？那吃了一个刺，是不是？嗯，对。我喊他去挤什么？没吃全家桶，就点了个刺桶。其实我昨天排练结束的太晚了嘛，我就没有来得及洗头发，我是今天跟他一起出去洗。我也做过这种事，我觉得我们两个完全可以吃完中心一个全家桶，然后美瞳不知道放哪，因为我一个人都可以吃一个全家桶。谢谢玫瑰。剧场，我就把美瞳扔了。肯德基。重庆的小郡肝好吃，你可以点清汤锅。小魔仙这么牛，一点的。上海人胖了，都那么有二两吧？二两，你好意思说？哼，徐楚文就不一样了，我胖了两公斤。那毛衣不好，那毛衣很薄，是装饰毛衣。对啊，我今天还穿了件风衣，怎么又卡了？好，它不太稳定。我也觉得，我喜欢这个封面，我甚至想把它当头像。谢谢元宝，我一天没吃饭了。哦，圆啊！毕竟我们都饿了一天了。我们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搞的吃播，因为我们饿了一天了。孩子都要饿哭了。
门对着真有吃。你看那个好吃的辣椒面。我说重庆一点都不辣，真的。有回事吗？我去拍电影，去改造了。我拍什么电影？他犯了什么错吗？我拍什么电影？谢谢玫瑰。好，我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幸福，你我他。就你们来看生日公演，就看到个胖子，就是我弟子。我说我冷餐会想洗一点照片出来送给你们嘛，就是那种没发的照片。你们是想看那种美一点的照片，还是看那种搞笑的那种什么表情包那种？我真的觉得重庆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辣。嚯！除了那个爱燃烧魂烤翅，你别跟我说啥了。你前天在我家那边吃火锅不也辣到了？怎么跟我骗？你在说什么呀？那都是我能接受的范围。我很嚣张。画质是不是我的更好一点？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我生日公演的东西只准备了三次粉，可能吃辣了。我觉得我已经往多了准备了，但是万一我那么幸运有30个以上的人，我怎么办呢？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我的圣诞会有30个以上的人吗？我觉得20个，最多20个。哎，你是要吃刺还是吃腿来着？腿。我蘸辣椒了，我给你放这头了。不小心，怎么样子？反正我就准备差不多30个人。那你们待在重庆不会幸福的。然后那可能成都比较适合你们。然后多，如果多了的话，我就自己留着；如果少了的话，就先到先得吧。虽然我觉得我可能不会超过30个的，我没有那么锐。最后一个鸡翅了，我吃完就可以专心直播了。外地货车司机到重庆，因误信导航开到水沟，在重庆导航买鸡根，不太可能。重庆真的很冷，冷餐的说不定多少钱还真有啊！哇，我真的会有30个吗？哎呀！什么场地有限，坐不下？蓝莓蛋挞超好吃，我觉得华夫比较好吃。然后你每周都真香。嗯，我还有重庆火锅。什么？你觉得华夫不好吃？我说的，我觉得华夫比较好吃。不过我最近喜欢吃串串。对，是他们诱惑你。你为什么要拿着篮球去亲我家？你好奇怪。不知道我的圣诞能不能拥有外地粉丝。我上次去都没来得及吃一次成都的火锅。算了。你平时要打篮球吗？哇，好想看。你们不看就会后悔的，我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我圣诞的节目还是挺有想法的，就某种意义上奇奇怪怪八卦的想法，像徐楚文说的，哎，不是徐楚文说的，雷雨潇姐妹说的，我在歪门邪道上就很有想法。
对，徐慧琳小点子很多，对吧？就有奇奇怪怪的想法。谢谢应援吧。听说北碚区六号线停运了。我知道吧，好幸福啊，才38块钱的桶。对啊，就这么多，开心。我明天有课了，我明天要排万丈公演了，我好难过呀，不想早起，真的很香，不想早起。啊，有口红吗？可能是我一天没有吃东西的原因吧。口红都被吃掉了。大概会有，我万圣节之夜是这个。这次万圣节好像有河外的歌词。我吃完了。我吃完了，就这里面，你干嘛呢？盖房子这里面。谢谢应援吧，我也很喜欢。我刚看到了艾特的反图，但是还没有打开微博，直播关了再看。谢谢应援吧。我打底裤失踪了，我昨天也喝了，好难过，真的好难过，我的打底裤失踪了。喂，这支口红怎么沾到了其他的？对，这个色号虽然你这样看很浅，其实它很红，是那个晚上好，是那个植村秀的金鱼黄。是植村秀。哦，它怎么溢出来了？我才发现。真的吗？被我的什么吸引了呀？那个金鱼黄很红，它有这么红。这么红，其实只是因为磨皮和美颜而已。谢谢应援吧，你专业要学化妆，来我教你。然后我还说开个化妆直播，结果都一直没有去。那个颜色很好看，其实是一个橙色带亮片的。我的口红被我吃没了，不对，我的唇釉。哇，它怎么会溢出来了呀？真是。我觉得我这几天画的眼线都还不错。好，我要开始买外套了。我手绘你们带化妆品来，我给你画。快帮我看外套。好啊，看什么？看什么外套？冬天的外套。哦，我也要买了。还有毛衣。明天有个面试，有点慌。喂。哦，不好意思，面试慌什么慌？想出个化妆，就出个化妆直播，但是，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就是在中心化妆的那种。之前不是住在就是回去考试嘛，想给你们就是直播画日常妆。这是什么？里面是我的上午，然后我开过卸妆直播，然后我就想，当时不是回学校嘛，然后就想给你们开个那个画日常妆的直播，结果那个酒店那个房间。感觉没有地方好架手机，而且我没有带补光灯过去。对，我舅舅我女翻的化妆，我的女翻都很可爱，我觉得我不用化妆。我虽然好看到有粉丝问我，徐楚文你是怎么把你画成这样的？你为什么会把你自己画成这样？徐楚文把自己的烟熏妆遮掉，再画一个烟熏妆。对，你们看出来我的眼妆了吗？其实还是有的，只是。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点化妆品，
你们有什么想了解的化妆品？可爱的女犯，我总不能现在去把妆卸掉再给你们画一个。热吗？嗯，或者这个也热。这是什么？红红，它很红，其实你别看它这样，它真的红。对啊，我安利化妆品。对啊。给打底的话，我打底隔离，就是第一步隔离嘛，我是用兰芝的紫格。有点干啊。有点亮。然后，其实它这个是新版的嘛，我觉得没有以前那个版本好用，就是旧版的那个感觉比较不容易卡纹，而且新版的这个它加了很多香精，我不喜欢。哦，我卡了，不好意思。等我一下。是推荐的一个遮瑕，就是这个。我以为他能帮我掰下来，就是100块的。哎，这个遮瑕叫什么来着？我记得什么呀？伊普萨。哦，对，伊普萨，我觉得它蛮好用的。这只猫太可爱了。哦，他们都不说话了，他们是不是被卡出去了？嘿，我的粉丝，你们还在吗？嗨，给你们比个心。我这样，我这样是不太专业。对，我也觉得我这样不太专业。心，今天三七宝宝找我借了修容，他们觉得我的修容很好用。嘿。他们都想。大家觉得我就是这个修容其实好便宜。来，是一个什么外？就是外国的一个。害羞。但是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就是这个，它很便宜，但是就是它的这个阴影这边嘛，哦，可能打了光它不太明显，阴影这边嘛，很自然，就是打鼻影和侧影的话不会那么卡，也很自然。然后它这个高光是我们后台姐姐公认的一块好高光。就是它虽然不灵不灵的，去吧，加油上自习。我也觉得我旁边这个傻掉了。它虽然不灵不灵的，但是它的散粉很细，就是涂了之后像才打了玻尿酸一样。哦，它坐下来，它有肥肉，你看。但是它又不会显得很丑，就是他们有些珠光很大块的。对啊，他们都说我的声音很像。他们珠光很大块的就打了之后，舞台的灯一打就很奇怪。然后像这种小的珠光的话其实就很好看。好，请大家看我新做的鼻子。它还是整容补助嘞。新做的鼻子。它拥有姓名，我只是忘了它叫什么了，我在网上买的。它是一个外国的牌子，我忘了。然后这个化淡妆这个型，因为你化淡妆你还是要修容的，你不要觉得日常妆你就不用修容，你不要觉得是舞台妆才用修容，其实你鼻子啊和侧影还是要修的，只是说不像舞台妆修的那么狠，就是你可以就是浅一点。比如说舞台妆的话我就会上很多次，不是说我会用很淡的颜色，是我会把修容上很多次才导致就是镜头下面那个修容看起来比较立体。像你淡妆的话就淡淡的刷一层修容就可以了，不代表你不修容，懂吗？因为你本来用了粉底对吧，粉底就很白对吧，就把你的轮廓其实遮掉了，然后你如果不用修容的话，你的脸看上去是很平的，你的五官不突出，懂不懂？什么崩图？我的崩图还小吗？然后我底妆，不过你们跳光也不会化妆吗？哦，化妆这个事情的话就主要是你的底妆和你的定妆，像我们的化妆老师就教过我们，就是在你上了散粉之后喷一层这种白水，或者说这种像我用的薏仁水嘛，就是那个护肤品那个化妆水薏仁水，然后喷了之后再上一层散粉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怕汗。然后我的话公演下来虽然有很多汗，但是可能是底妆够好吧，然后它也不会花，我就下来用粉饼压一压就完全没有化妆的痕迹。看我公演下来其实也就这样。卷发
推荐的清淡的口红，其实我推这个是看样子我以后出来不能笑了。这个口红叫啥来着？提线员吧，它很有名来着，我忘了它叫啥。我可喜欢这件美特斯邦威的风衣了，它是一个很有名的杜莎色，让你不认识镜子里的女孩是谁。但是我觉得它涂出来有点太清淡了，就是让女孩子没有气色。然后，哦，可和亏叶了，啊，我的颜色其实都很大，因为我以前是做空乘的嘛。我真的认真在做推荐，我记不得他的名字。我以前是做空乘的，然后你知道空乘的口红大多数会选那种正红色，或者像这支阿玛尼红管一样的玫红色。每个女孩的梦想，就是这种色。但是现在当少女偶像还有日常妆的话，它就不太合适，就闲置了。虽然它真的很显白，这个色。你可以涂这个色。嗯，它很红上镜。我多久补一次妆？对，两个星期都住在一起，有身高要求的空乘师。然后我多久补一次妆？大概是一趴下来，就是比如说四首歌下来有个休息嘛，我就会看一下，然后考虑补点腮红，一般是补口红。我的底妆其实不会花，然后等就是我梦琪那趴跳的会汗比较多嘛，然后那一趴下来我会补个粉饼，因为你一直用粉饼按的话，反倒那个妆它会浮起来，然后浮粉之后就会显得很假。就是你老用粉饼去补的话，它其实会浮起来，浮得很假。然后我眼线其实还是用的 Kiss Me 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不容易画。对，我也觉得。什么意思嘛？你们是觉得我矮还是咋的？啊，它新出的一个黑茶色，我觉得怪好看的，就是很自然，没有黑色那么明显。我们那届空乘也有矮的呀，它可以做地勤呀，又不一定要上天的。不是都用黑色的吗？画眉介绍下，画眉我其实是用那个，他们说那个卡妹的，我的睫毛其实很长，但是它很硬，哦，不是然后就会经常垂下来。咦？对，那个眉笔是，所以我需要也是纯秀的吧？那个砍刀眉笔很好用，但是我还是坚持用那个艾丽小屋的眉笔，因为我懒得削眉笔。给你们推荐那个红色的艾丽小屋的资生堂的睫毛雨衣，就夹完睫毛之后直接涂那个，它不出来了，我已经要用完了。睫毛膏了，我真的记不住这些牌子的名字，对啊，然后。然后我觉得他还是算比较，我没有直播化妆教学，我还没有给你们直播。然后，他们不让我说话，你去那边直播。不是，我刚刚对着镜头做了个鬼脸，你过那边去直播。我不要，我懒得动。对，我这是个舞台。然后我其实只喜欢用眉笔描型，就是描个框。然后我选择用 Kate 的眉粉填，不然它显得很假。像我们化妆老师说的什么50年前，我圆了，50年前纹眉留下的痕迹。谢谢你送的一枚。我用 Kate 的眼线笔，还有什么？哎 ，Kate 的睫毛打底膏很好用，就是这个什么，它很好用，刷的老长了。还有又翘又长。还有丝芙兰的，但是感觉它不太好用。我买回来第一天，好，我下次一定把名字记住。哦，没有什么。还有一支是，好像少女偶像都有的梦妆发际粉。我没有。哼，我你找别人借。你是找别人借。资生堂的六角眉笔好用啊。那个画出来很假。很假。我不太喜欢用哈，虽然网上都推它，但是我不喜欢。我一直都会来，我还有支，我用嘴堵他的嘴不太好吧，人鱼肌，但是我很少用它，太散了。霸气粉，高速学生，如果我加马尾的话我就肯定需要发。谢谢应援吧。好了，我觉得我没什么好讲。我们其实后台用的粉底植物的眉笔一般好用的都是 RMK 的，或者说是阿玛尼的，这两个会比较好用。软妹外表的小四季，
除了你的粉丝圈不让我说话。来，我来堵你的嘴。我用袜子堵你的嘴。你怎么知道我用袜子堵你的嘴？他一直想把脚塞到。因为你没脱袜子，就看我的袜子，很可爱。看我捏捏你。Look at me。充满弹性和粉底，呜、哦。太灰了呀！我买的是那种灰棕色。哦，你那个，你那个眉笔有点浓。还好，同款袜子我在哪里买的？哇，那没吃，没吃。为，请问为什么隔离和 BB 霜用完没化妆效果？你光用隔离和 BB 其实只算一个打底，就是只算一个打底。然后其实你要开始画眉毛、画眼妆、画口红、画鼻影、画腮红之后。才会有化妆的效果。你光用那个，其实只是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比较不太自然。就打底之后，其实显得你的五官更平嫩。哎，消胶原蛋白，消停一会儿。当然没有，我觉得我都老了。哎呦，我都想拔一点眉毛给你们，我的眉毛太浓了。哦，就是我们以前空城老师说嘛，说我们上班一定要化妆。他说，但是你们化妆，就是领导会觉得你画了个眉毛，涂了颗口红，就是化好妆了。所以就算你没有时间化妆，也一定要画个眉毛，涂个口红，这样领导看上去就觉得你化妆了。谢谢你送的应援棒，忘了戴耳机，哇、哦，我出门都忘了戴耳机，也会很难过。徐纯就坐在我旁边、啊，他们让我把你推远一点。你推倒我！哦，你碰瓷儿了吗？他把我推倒了。徐慧琳的粉丝快看！徐楚文的粉丝快为我主持公道、嗯、谢谢他在我的床上吃炸鸡，他从来不让我去他的床上吃东西，把吃的都堆在我床上。你的桌子里，以后我要做空姐吗？不做。他打我屁股，不当空姐，再推远点更公道。 OK、嗯、我18岁，马上快19了，像我才8岁。空姐工资高，但是我们现在工资真的很哪里娘了。我、哦、不考虑，虽然我们现在床是他们空姐一个月20000多，我们一个月呢？对啊，我们一个月呢，差不多那个价。我们一个月呢？对了，我的体现还没有到账，徐楚文快没有钱花了。我的室友还是坐地勤，点外卖吗？这是没有上天的那种，他的工资都是我的不了两三倍，可能下个星期可能三倍哦，三倍，对他，人家还扣了五险一金，会憋死。然后面对他说的话，你就比我大几个月，你一定工资比我更高吧？我也只有笑嘻嘻的说，呵呵呵，还好啦。客气了，客气了，我工资也就生活好艰难，我害怕同学聚会。我工资也就一个月30000多，再减个零了。我们有保险，但是是艺人保险，不是那种，就是算艺人保险，相当于我们医药那些还是有报销的，但是跟普通公司的那种五险一金不太一样。哇，一个月30000美金，那是我的梦想。而且那个不是从我们工资里扣的，是公司给我们买的。对，相当于可能我不做艺人之后，这个保险就没什么用了。虽然我做艺，他们说那个保险还多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应该是仅限于我还在做艺人的时候，可能等我退休了之后，这个保险对我就没有什么用了。对，有艺人税啊。自动化是什么？是个别的病。嗯，还好啦，像看病这些可以包一部分。你们叫我叫的话，我就叫，那太。岂不是太没面子了？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太小了，你是比我大一点的，我才不要叫你姐姐。他说你比我姐姐。吓死我了！学校保险感觉也没有。机器人呀！
我被那个丧尸。徐慧玲是比我老太多了。要记老损嘛，然后之前是可以报的，但是我们就是我看病其实也没有花多少钱，然后可是我是文科生，而且我是学渣，而且是花的东一下西一下的，就偶尔有在重庆看，偶尔又在涪陵做检查嘛，然后后来就懒得报，反正也没多少钱。但至少看病能报嘛，不过是仅限于三甲医院，哦，好像是二甲以上的医院，一个月才不是你说老，啊，你不也差不多吗？你看看你那眼角纹，看看你这法令纹，你不愧是叫徐楚文。徐慧玲多大？好，她比我大五岁，听着真亲切。谢谢巧克力，我比你大五岁，你在梦里吗？我也很会扭啊。哼，你难道没有看过我的一分一秒吗？哼，可会扭了，腰间盘突出，可不会扭吗？把我的名字打对，不然我就要拉黑你了。快把你移出房间。怎么移的？我不是高中生了。怎么把人移出房间啊？你把他移出去，他就再也进不来了。点他的头像啊。他再也进不来了。正好有头像，点一下，移出直播。是移出直播还是禁言呢？对，我是他爸爸，可能是比他大很多。我大他十岁，我是他爸爸。我开玩笑的，我不是十八岁。移出去啊！移出去就进不来了，对不对？我的好可怜哦。我比徐楚文大两岁。还是禁言吧，至少可以看我的直播，但是说不了话。地铁上站困了，哎，确实，令人困倦，地铁令人困倦。嗯，我想拿个本子过来。我想禁言，对，我觉得禁言比我生日的 PV 还没拍。禁言吧，我把剧本写的。大概的思路，我都不知道找谁拍。哎，禁言是禁多久啊？两个小时吗？谢谢应援吧。禁言是禁两个小时。你压到我的脚了。对啊，我这几周都什么？就拍国庆，惊恐瑟瑟。没有那么想。我也挺想回到十八岁的，哎。被徐存大呀！禁言是被禁多久啊？两个小时我就禁。谢谢应援棒，谢谢你的99个应援棒。好。嗯，我想找个本子。好。我要进来。等等，我想吃。只犯十八岁的吗？好，我愿意为了你永远十八岁。啊，我的本子呢？哎呀。叫爸爸也没用，完了。来，让你喜提一个禁言套餐。哼，这么便宜。是说你居然以禁言别人为快乐？禁言啊！天哪，你看看你是不是发不了了？好的。你看，我第一次禁言。有机会。对，过了十八了。出门人家都要叫阿姨了，好开心！我下次不准在床上吃饭。有小白鼠给我试一试禁言。我这边是上位本，对我可有演技天赋了。进修一下，给徐楚文接个剧本。我后面都是练的签名。看我画的天线宝宝，徐楚文。他不是说要开小号来吗？哎，干嘛？我画的天线宝宝。给你们看一下徐慧玲画的天线宝宝。好，晚上找。哎呦，天线宝宝，我再加一点嘛。烦你。重大。我现在念的大学也是一年学费30000。看天线宝宝。那是一个气球，那叫天线宝宝，我不听。看我的天线宝宝。哎，那位被我禁言的朋友还好吗？他肯定不好啊，然后话都说不了。
我觉得我画的这个熊怪好看的。说出来，你为什么不给他们看我的熊？我觉得这个熊非常好，那真好。不是大头儿子，茶壶茶壶是什么？哎，说到茶壶，我有粉丝喜欢喝茶吗？如果有的话，我想请教一下问题。有小号来了，花园宝宝。啊！我现在咳嗽，我肚子痛。东方树叶是我的。奶茶不算。不，我先看看我有粉丝爱喝茶。品一品我的下颚线，虽然我最近胖了。想问我的粉丝觉得什么茶好喝，想买来送给别人。就是我有个朋友喜欢喝茶，想送给他。请问我的粉丝觉得什么茶好？今天肯定早睡啊，我明天早上还有课。茶洗洗。普洱茶，减肥。普洱减肥。冰红茶，是认真的吗？这位朋友，贵一点的应该好喝哦。好吧，我记住了。龙井好，龙井好喝吗？不是四六级吗？就是不想要太苦的那种大红袍好。哦，你们不喜欢大红袍。反正我记得铁观音好像有点苦。我朋友男的女的，男的女的女的，你要考 A B 级了？哇，不像我 A B 级一次过的。艺术中只要过三 A 就够了吗？你顶着这个 ID 自己放糖，这是在喝红茶吗？这是在喝下午茶吗？对，我运气好了，我也不会放出来，我只是运气好而已，我不知道从哪放人。我只会进人，要不然再进一次，再进一个。对，我也觉得花茶。看看你能开多少个小号。好冷啊！哇，是有点冷，重庆。你好，你好，好久不见。扶风茶哦，白茶蛮好喝的哦，我喝过那个白毫银针是什么茶来着？菊花茶，哇，真是香。呵呵，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你傻子吗？你住手吧！你拿个啥？那不是卷筒纸的纸筒吗？哇，孩子脑残怎么救？哎，孩子脑残怎么救？不用穿羽绒服了，但是你最好穿毛衣，然后穿个外套，就是还没到穿羽绒服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穿外套了，然后可以穿长袖了。小罐茶，小罐茶我知道，但是不太划算。我以前也被消消前辈气过。天哪，他真的太傻了，怎么办？不要穿毛衣，那你里面可以穿个长袖的衣服，反正不要穿短袖了，重庆已经不适应短袖这个天气。帮我看毛衣。哼，因为我最近不太想逛淘宝。我也不想逛淘宝，我跟你们说，我有17个快递要送。我前两天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钱，打一顿就好 ，OK。快打我！你看，再打一下。不打了。从来没见过叫别人求着别人打他。徐慧琳，我们关直播吧。双十一还没到呢，打你这么多。哼，圣诞要用的。我本来想留点钱给自己买衣服，没能留下来。圣诞太贵了。关直播打架，学校门口拿快递的人好多，肯定的呀，双十一更多。正经的买个相机，哇，我其实也对相机有点兴趣，想出去玩的时候带个相机。品尝一口爱，嘿嘿嘿，才不要唱嘞。我也想买个相机，但是我不知道。我在想要不要拍生日 PV 啊？我其实很想拍，但是我怕时间来不及。就是我的想法很庞大，我怕到时候拍起来很麻烦。你再说一遍好什么？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就是我的想法太过雄伟。嗯。我想起当时二期出道的宣传片嘛，那个剧本是我们自己写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写剧本的时候，他们会过来提要求嘛，然后于梦露就说他们那组要特效，我说什么特效，我说我们公司不做特效，然后于梦露说没事，你打个括号写上去，然后
就写了个括号，说想不到动，想要龙，想要厉害一点的特效，想要什么什么，我要做梦。然后他想把这个棋下下去，就拍照生两个龙起来。说你真的是在做梦，我说你这种要求我写都不相信。真的，那个剧本现在都还在我的电脑里，奇奇怪怪的。我们还要每个人给自己定个人设，那时还蛮开心的。那天我们写那个剧本还写到晚上很晚，就抱着个电脑。本来就不是一个文化人。然后自己在淘宝上找衣服嘛，可开心了。那时候要拍出道宣传片，对，徐纯那段应该来个脑充大拍。特别的特效，他们那一段。什么？在说拍那个出道宣传片的时候，徐纯那个衣服真的笑死我了，黑球球的，就跟现在一样黑漆漆的，一身黑，黑，黑，香，黑香。啥子？啥子啦？我觉得你最近变丑了，我也觉得。就这里秃了，你发现没？就这里，你看，以前你头发是在这里 的，你看你额头都会发亮了，你脸好长啊，你看你这里好秃。抬起来，这种，哎，起来了，真的有点。哎，你看你这下巴。哎，这什么刘海哦，像非主流一样，捞开一点。妈妈说的不能把眼睛遮住，你看你好飞，快点。对，你看你脸长，额头反光，你看撑亮这里，这里真的撑亮。哎，你自己看嘛，比皮还都亮。哎呦，看你这个眼影哦，你看你这个黑眼圈了，哎呀天哪，哎呀，看你这个黑眼圈。哎呀，我跟你说，你鼻影不要光打到这里，你要把这里也打一打，你知道吗？你看你这里都没有鼻影，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的鼻子像嵌上去的一样，你看这，你看到了吗？你专心听我讲没有？啊，而且不是我说呀，你涂点腮红去，真的，你看你涂点腮红，不用管你们，好。错了，不要挠我痒痒，我腰痛，不要挠我痒痒，痛。我没有把他怎么了，是他昨天那个体育考试做仰卧起坐。我腰真的好痛，万一挠我痒痒，我现在连呼吸都很痛，别说他挠我痒痒。我的刘海都不美丽了，你好烦呀！我的刘海都不美丽了，好烦呀！我卡了，该走。我真的，我收回我之前夸徐纯是个好室友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我腰真的好痛。甜的。什么鬼？你们疯了吗？你们疯了吗？好，教室的网不好，太惨了。我们以前学校教室网也很差。
我刚刚被怎么了？我被疯狂挠痒痒，你能信？你们懂什么叫疯狂挠痒痒吗？懂什么叫疯狂挠痒痒吗？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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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任意门，哎，我用你那个表情包，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嗯，没有，熟了，成年了吗？这傻子成什么脸？白棒子的那个，这傻子成什么脸？没有，刚刚什么？侧眼像吗？我爱侧眼。其实没打。林志玲，谢谢你送的应援棒。你确定吗？他侧面很平哎。什么鬼出视频啊？你还会做鬼出视频吗？啊，我想揍他呀！我该怎么办呀？让你拆我的台。我决定让徐楚文在我的生日公演上表演钢管舞。小朋友要打这个，揍吧，反正打不过。一个头有三个大，来呀、啊，揍我！哎，你晓得看改吗不？嗯，改吗？你晓得吧？你要干嘛？你懂不懂嘛？是重庆人画的一个游戏。开空调。对啊，暖气。欺负他不懂重庆话，你看我打之前还会打个预告的。你哭啊，你有本事哭出来。哎呦呦呦呦呦，好丑哦。丑八怪呀呀呀，请你莫把灯打开。哎，你看隔壁哭的比你大声多了。快去看徐楚文哭啊，我是重庆人。我是重庆人，他们都在哈哈哈你。看在他腰痛的份上，我就不打他。哎，也没有我，因为我们一般最多就是一周放一天假嘛，一天假也回不去。他们懒得跑了，叫你来这边哭，他们想看你哭，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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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呀，哭好丑，看到了吗，姐姐？哎，你在这边哭的就挺正常的，怎么哭过我这边哭的那么丑？你那里有个48码的鞋子，徐楚文不穿48码，他穿38码，他是个。好吧，我错了。恨没有一个多余的平板，没事。他已经哭完了，就小孩子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想看？哎，你们为什么想看徐楚文直播？你们不应该待在我这里吗？哇，你这样看有点丑，这是为什么？徐楚，你看你在我这边远多了，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你在我这边脸好圆的吗？把室友的手机拿来看，小文太好看了，你居然夸得出口。我脖子其实也痛，
你懂仰卧起坐吗？看到你的鼻毛了。什么？你走哪儿去？你给我回来！你走开！你走开！不准来钓我的粉丝！哟，我不是人吗？你也走！你们！啊！我要哭了！哦，真的没人了！哦，我直播里没人了！哎呀，哎，送他送送，叫你拿个台灯过来支下，哎，中中啊！我能这样，宝宝，你疯了吗，叔叔？嘿嘿，你吃没药没有？去吃饭了呀？吃多久啊？两个小时？那我帮你，我帮你，嘿嘿。哦，我都播了一个小时，帮你去吃饭。这个样子，你这个好坏呀！小文真好看，你再夸，再夸我敬你。谢谢。徐楚文的发量看起来是我两倍，放屁！我劝你收回这句话。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脏话？我说放屁。放屁是个形容词，就是比如说徐楚文放屁，就是指徐楚文放了一个屁。还怪香的，我比他大两岁。哇，徐楚文放屁榴莲味，你有毒吧？不准夸他真好看。谁提到了我？谁不夸我好看，我就敬谁。快，快！我看到有人艾特我。榴莲味，嗯。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是不是脑子问题？啊，我不吃榴莲味的乐事。那次他买了个咸蛋黄的乐事，我一天比一天更好看。但吃了我觉得有点晕车，我也觉得他羞得很。啥子？羞得很。什么意思？你手机要没电了，你知道吗？羞得很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你手机要没电了。皮。但是我见你充你也充不了啊，你这样立着的。这样。对，修得很就是皮得很。OK。谢谢巧克力。我喜欢米。我觉得我最近丑了。那、啊、你终于发现了。我也丑了。你到了这么快？什么？你最后那句话是啥？你干嘛呀？不要拿你抠过鼻屎的手来摸我美丽的脸庞。干嘛？干嘛？哎，不知道为什么卡了。你终于卡了。你大了了了了了了，这么快就大了？我出去吃好吃的。没有，他没抠鼻屎，我开玩笑的。真不要当真。他的重庆话是谁教的？就团里谁说重庆话，他就跟谁学啊。他去我家还学我妈妈说话嘞，被我妈妈笑了。他哪儿的？他南昌的。哎，是哈。你是不是南昌的呀？我南充的。南充。闭嘴吧！谢谢你送的应援棒。他南昌人。哦，晚上好。我一直都很软。嗯，卡了。怎么会这样？我怎么出现在这正常？有点累了，事情好多，辛苦你了。我也觉得很累，当我开始筹备自己的生日公演，我发现过生日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已经，他们说过生日的那一周都会很紧张，我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那个紧张期了。
最近一定要爱护我的皮肤，两天敷一次面膜，让我在生日当天更加美丽。圣诞就是下周末呀，下周21号。生日当天过圣诞。你们又不是好人了，我更紧张了。你这压力大的时候打打虚存就好了。 OK， 了解的。感觉不估计等一下也关了。要出去吃饭吗？你哈哈哈什么哈哈？真的生日准备辛苦了。啊，我打个喷嚏啊，都好痛。讨厌，我去。没事，我刚刚吃了炸鸡，但是，对啊，我好久没看私密了。啊，我等一下看了之后回一下。对不起，我有点太拖拉了。没有，我之前卡，我之前卡来着，你关了。之前卡来着，没有，不辛苦，是我经常忘记去看它，因为它没有提示，它要把下面那个按钮点开，里面才有提示。生助也是，它都不可以在我的那个，它都不可以拥有一条推送吗？好可爱呀！那个不是晚饭，那是午饭，都是甜茜蓝圈外衣。好可爱，你看，谁呀、啊？哦，可爱。这是干嘛呀？我喜欢这种。我不喜欢这张，看起来好土啊。我觉得这张很土。你怎么还能赶人走呢？你们怎么还赶人走？怎么这样？我的粉丝好凶，还好吗？他们对你凶也是一种特殊对应，像他们一般都不凶我，这也是一种特殊对应。难过，没事，你，哎呀，我也错过，我也没功力。我昨天为什么功力？我今天跳公演，我觉得我像几百年都没跳过梦琪了一样，就充满了陌生。对这个公演是为什么？我是不是特殊公演跳太多了，跳傻了？总觉得我像几百年没有跳过梦琪这个公演了一样。快进来甜蜜一下。跳什么不告诉你们，到时候看就知道了，不会提前暴露歌单的。哎，反正也就6分钟，也没什么多的节目，都是删删减减的。哎，你说让我拍，我觉得我可以展的。对啊，我冷菜要展示才艺，也不算才艺了，也不算什么才艺。胸口碎大石肯定不是，这种才艺不是拿来许出人展示的。要对你的 ID 做什么？他们可能要举报你的 ID。对啊，对人家 ID 做什么？用这些？真的吗？今天很好看吗？谢谢你的夸奖。空台上班的兄弟，staff 严格考核。确实每天都好看，但最近有点内分泌失调，长痘痘，这让我不太快乐。他在玩手机啊，
我为什么在这里玩手机？没有地方都脏。啊，我觉得我也可以关直播了，然后出去吃个晚饭回来休息了。我明天早上还要上课，我怎么好难过？对，你把他们怎么了？他要封你的号，你们看起来有深仇大恨。我明天要早上上课，我好难过。我万圣节的升写还拍了挺多，那个啥，拍了挺多自拍的，但是现在都不能，我觉得怪好看的。哦，我也想拍，也是快乐，很快就可以见到了。哎，我要说什么来着？哦，我现在才知道那个新拆的那封里面是总选的照片吗？那总选好像没拍照片，我都不知道我里面那张是什么。我今天看到了他们的，看到了潇潇前辈的，真把你当 staff？ 什么 staff？ 难道是 staff？ 我才知道那个那封里面是总选的，我以为是那个打高尔夫那套的。这些吗？居然是总选的，我都不知道拍的什么。他好像是总选现场拍的吗？所以你们如果有猜到，我可以微博艾特我一下，让我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同学会不会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照片？就感觉现场拍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万一就拍了一个公图。你哭了，你哭什么哭？那小孩子怎么这么容易哭？哇，太惨了吧。哦，周末应该是这样，是要排队。哎，惨哦，怎么在这里呢？你的手机？我以前回学校也很艰难，可怕的是鬼畜。我也觉得啊，我要关直播了，我想出去吃饭了，我好饿。炸鸡并不能解决我的温饱问题。我今天一定要早睡，我明天要上课，我好惨。所以不太想上早上的课。我宁愿，就是我宁愿上晚上的课，比如说从7:30上到9点，但是我也不宁愿上早上的课。这就是起早床的艰难。你可以买个鸭腿，然后微博发个照片艾特我一下，让我看看什么叫美味鸭腿。好，就这样，大家拜拜。OK， 欢迎大家给我微博艾特，让我了解你们的生活有多么的丰富。拜拜。爱你们，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圣诞节，我们10月21号见。可能这周都不会直播了吧？虽然我可能有一天会化妆拍 PV 什么的，那一天可能会直播吧。然后平时如果有空，我就开电台。不过估计很忙这一周，我得了生日公演焦虑症，我现在就好焦虑。好，就这样，辛苦你们了，拜拜。爱你们，好，我会照顾好你的女朋友，我会想你们的，尽量多跟你们聊天，拜拜，关掉了，记得照顾好自己，来重庆的朋友记得多带点衣服，我做个天气预报攻略发出来，重庆最近真的太冷，就这样，拜拜。